子倩姐，你真正是一对大型的吉语花呢。怪阮翁这么需要你的陪伴啦。我是讲，亲像你安尼，这么了解查甫人的心意，啊，这么啊够加温柔、加好心、善解人意，伫咧陪伴别人的翁婿。哎呦，这若传出去，互人知影，可能咱袂像我呢这么客气啦。应该是直接讲，你就是绿茶婊。所以拜托诶，小注意一下家己的形象，老公有探听咧，你要控制一下你的行为无？阿姨，你是不是跟你去阮妈？啊，之前下药的代志，阮爸跟阮妈就是去用设计，这不是拢已经向你解释清楚啊？阮妈根本就无破坏你甲爸婚姻的想法，现在我感觉你对阮妈的敌意感觉这么重啊？金玉，你敢会想伤多啊？今日我甲子倩出来吃饭，迄是因为自然伊放假，我嘛答应要陪伊吃饭。单纯吃一个饭尔，是会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你慢慢吃多一杯茶，就讲会发水灾。你唔免烦恼啦，咱两个人是情比金坚，无人会当甲咱两个人拆开。你要甲子倩的代志参做伙讲，这是两项无共的代志。到位咧无共，我哪能看袂出来哈？我无爱你呢，也毋过你的前女朋友甲你当作宝贝共款咧惜，安尼伊拢无法度打动你的心哦。哦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唔甘愿，互我人家玲珑些，感觉家己舒服温柔，有失你查甫人的面子甲尊严，所以你唔才坚持要甲我俩咧做伙接完。我哪有可能输陈温柔？你只不过是一个假面具的小女，你凭什么逃避？真正是死人的嘴巴，你明明一直把文耀当作假想敌同款的看待，现在一定不肯承认啊！等到是，你拢一直把林子倩当作是你的 soul mate， 心内所有大大细细心事拢讲予伊知吼。请问诶，你即摆有啥物资格徛伫遐质问我？小三。我哩照你拄只讲话口气，袂输跟你食醋的。我敢会当认为讲，因为你真正无介意我个子倩行伤过我，所以才会讲遐个话啊。你规气讲话讲较清楚，莫点么等阮时间。我身为你的翁婿，我会照你要求去做。我食你甲林子倩的醋，你敢会想伤济啊？我甲你讲一遍，我无爱你。所以你要跟什么查某做伙，我拢无差啦。啊，做你风流啊，只要你莫感谢我就好啊。就亲像今嘛，我要设计，麻烦你要搞对嘞。啊！那万一今天出什么代志，会死你更好。阿喜的，小夸小念，这是以后你捌过的时阵，后壁小看一下。好，开始开始。真正无代志，你去病院检查一下。别麻烦了，真正小夸小念。你看啥？你是不是现在你想讲啥无弄较大力嘞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就是爱救我。你伫水面哦、喔，我伫救人啊！即摆伫你巴肚内面，我是顺续救你。啊，唔得，
真多谢你呢。好啊，今日无代志，恁就先回去餐厅。我之前若是无看到咱，一定就烦恼。就算讲我会当放下禁欲啊，我嘛无确定我敢有迄个能力会当继续爱别人。你免回失礼，点到是我应该向大家回失礼才对。我这人的个性就无介意欺骗，拄则甲金玉冤家的时阵，我就雄雄讲出来，煞无去顾虑到即卖咱的身份根本就无适合讲遐话。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你别有压力好不好？其实我两姐那边拢有咧看出出来哦，出来是讲真万分有情欲，啊，不过看到伊危险，我嘛是想拢无想，总归救伊啊。我点仔甲你假欺骗讲，毋是为着伊，是为着巴肚内囡仔。我嘛真痛恨我家己啊！是安怎袂当放下一段感情？互相折磨啊！我嘛感觉真艰苦的。哪样你为难？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而且全心全意去付出、去爱一个人，安尼找无唔对。这才是我记忆里底实在迄个罗家峰。我只是想要让你知影，你不是一个人。你感觉孤单无人会当理解你的时阵，我甲志汉拢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在你的后边做你的瓦壳。我真正唔知道要讲啥，不过真多谢你啦。第二，虽然你甲阿姨感情淡，我无方便去讲啥物，啊，不过我一直会记得你有甲我讲过一句话 ：Don't surrender, keep your hope alive。只要你有勇气去面对你的困难，总会当解决迄天啊。搁再讲，就参像妈咪拄只讲的，你还佫有阮两个啊，有啥物好惊的？你那大汉啊，原来就是有这种会当挖苦的感觉。爹哋知影你佮妈咪的心意啊，爹哋的心就想清楚。我是你手头的一粒棋子呢，你的计划拢出清楚的呀。你敢知影我今麦真正是靠袂顶哦，会当开一条康庄大道，好罗家的人哦，会当一捆啊就抬过来，把你这粒将军夹掉。啊，唔该你放心哦，我阿袂安尼做诶。是讲哦，我为着要顾全小雨啦，所以我甲罗家峰讲，我两个细汉伫幼儿园识识时阵。我第一喜欢的小雨啊，后来我大汉还在那楼下遇到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啊，要不过小雨人很守本分的，有记住我。谁知道罗家峰哦，也是同样跟他找小雨把他打一拳啊，出拳呢。你别抓准说我不知道你来这里不对，你会怕说小雨是不是去跟楼下的人说什么，所以我们才想说要来我家探听消息，纯粹可以想一些步骤，看是要怎么继续控制我们这个孩子。唉，干爹，你好啦，哪要论音听哦，你若说自己是第二，没人敢说你是第一啦。哎呀，不过既然你若真的这么好，你自己去补啊，你自己去报仇就好了嘛，利用我是要冲啊。我知道你有多心累啊，真久真艰苦嘛，真受气。你的贵妈妈，我那心累啊，加较快活。
好啦，我跟你出来吃牛肉面。你心情不好，一定啥物件拢无好吃。行。嗨，卖卡我。安那无我惊讲，我若万一一个失去你滴，伤过冲动，佮你赌一刀是变怎？我即卖会当继续经营落去，还是为着小雨佮米姑？安那你嫁我，我是感觉啦，上好你的亲像是当初把我送入去落去同款，当作是无熟悉，较莫来相找。而且你最好嘛，拢莫去找小雨。我若无万一惹我一个无欢喜，我感觉你讲袂顺车，我着归去去甲老家的人约空，甲所有代志拢压压出来。你若要安尼折磨你家己啦，你唔该继续怨恨我，问我恨到要死才对。是安怎你拢无顾家己安全，来叫我这个欺骗你、欺人你，甚至把你的心伤到脆骨骨的人，根本外久我就永远离开你、离开老家。你安尼做根本都无意义啊！你若要照顾。你这是在做啥？敢是在照顾我？哪有可能？不过现在连钱都无法度按耐我对你的野心，还是讲你较贵气的啦？现在就把我锁在门窗卡，我较心虚的啊？安怎？要打我？哪里较大力的？拜托你，对车啊，车，车，车打！伊是安怎不肯放手？你讲唔知是啥物原因是吗？伊是真心爱你，也不过我无爱伊啊！你要我讲几遍？我无爱你，我无爱你！你拢一直把林子谦当作是你的 soul mate， 心内所有大大细细心事拢讲予伊知吼？请问诶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站在那里质问我？笑啥？我在笑你刚才说话的口气啊，为什么跟你吃醋呢？你不是说跟我做的生活很痛苦，但亲像我在地下里面同样，既然这样，是怎么对我这么温柔？敢说这才是你对我的心正心，哪里你真心对我讲遐无情的话，又阁算啥？我真正想无，我完全看无你伫想啥，到底倒一面才是真实的你？